这马真高大，这还是可以。这个是马卖吗？老板在那儿。老板在那儿。这个马多少钱呗？这马要多少钱？ 下车。这么高啊！嗯，自己跳下来了。这么高大一匹马，看看。 这赚不了钱，哎呀，卖了就得了，老姜，卖鸡巴不了，你又亏了好几。 1004斤，这么大的匹马，1000多斤的大马，这还不是重型。 这个小马黑蹄子，哎哎，哎，真能跳啊！这匹小马。 你说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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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睡着了，我忘了没见。
知道我干嘛。